好，冷月游戏天天开心。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游戏频道。新年抽奖活动直到1月7号晚上11点59分截止哦。所以如果还没留言又想要参加的人呢，记得赶快去参加。那因为最近呢在忙专题，那虽然说昨天发表结束了，但后续还有论文的文稿出来的问题，所以最近拍片会比较少一点。毕竟最近事情真的蛮多的，也比较忙一点，刚好又是期末，要准备一些考试之类的，所以说最近的更新就比较慢一点了，也希望大家见谅。那就多多支持，多刷几次旧影片，多吸引一点人来订阅吧。好，那今天要讲什么呢？今天要讲的东西非常简单，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基础攻击跟攻击到底差别在哪里。那么我会特别用贾诩来做一下介绍。好，那废话不多说，先进游戏吧。那我先收一下东西，很快。好，那其他先不解弄，我们先来看一下吧。好，那在开始讲之前，我们现在稍微的讲一下吧。基础攻击是加在攻击的基础值之上，也就是你所有东西都没有加之前那个基础值。也就是说呢，基础攻击会随着你的额外加成更多，加的数量也会更多。那至于所谓的攻击呢，它是一个定值，也就是说攻击它不会随着你的所有加成而变多，加多少就是加多少。那这两个哪一个比较好呢？很明显，如果是初期的话呢，攻击会比基础攻击的效益来得更高一点。但如果是后期的话呢，基础攻击所带来的效益跟加成会远比你攻击所带来的加成更高。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先上才艺。我先做一件事情。来，先来洗练一下。在这里，我先把所有东西都洗掉，洗到没有攻击的。好，这个都没有攻击。那我们来记一下攻击的数字。目前呢，工兵攻击是3919，步兵是3717，都没有任何的加成。大家记好了哦，3919、3717。那为了避免我自己忘记呢，我先做一下记录。好，做好记录了。再来，我们先洗出一下一个攻击出来，不管是洗工兵还是步兵都可以。没有，再来，方式没有用，要步兵或工兵。在哪里？都没有，都没有，都没有。什么是防御啊？攻击啊，看攻击啊。好，有了步兵的基础攻击加10。那步兵刚才的攻击是多少呢？3717。如果是加10的话，应该是3727。那我来看一下变成多少了吧？变成3204。加了整整多少呢？非常简单，加了大概87的攻击力。也就是说远比你紫色的加65的攻击来的更多。啊，再来我们看一下攻击的部分，我们一样洗给你看。都是基础攻击，我要找攻击。攻击，我要攻击。我要攻击，不要基础攻击，我要攻击。怎么又是基础攻击？攻击呀，看怎么找到攻击咧。攻击来，攻击来，找到了，攻击加90。
好，那大家看一下刚才看的攻击是多少呢？ 3919， 工兵的攻击3919。我们来看看现在变多少，如果加90的话会变成4009。那现在呢 ,4009, 刚好是整数。那这就是为什么人家会说基础攻击其实到后期的效率会比一般的攻击高。因为其实后期尤其是大佬的话，对士兵的练度更加的高，更加的纯熟，会导致加成更高。那练出来的数值就会比你定值的攻击来说更划算，更值得。所以我个人会推荐说，如果你是大佬，那就稍微的尽量洗出基础攻击吧。那如果说窗外又有广告车了，真讨人厌。那如果说你是比较初期的玩家，或者是比较没氪那么多的玩家，就是你发现你洗出基础攻击的加成并不高的话呢，那我建议你还是初期会先以攻击为主。毕竟初期的攻击其实加的效益会比基础攻击高一点点，但到了后期就会很明显的有逆转的趋势。那这就是靠个人前期初期的取舍了，反正都能洗嘛，大不了就是把它不要锁起来，然后把它洗掉就好了。好，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解的基础攻击以及攻击的差异。有任何问题欢迎下方留言问我，我知道的一定会尽量解答你。那再次跟大家道歉了，因为最近专题真的太忙了，导致上片时间变得有点缓慢而且不固定。那我会尽量抽出时间来拍影片这样子。神张辽影片还在筹划当中，只是目前我还在稍微分辨一下说，究竟大佬的输出张辽跟小氪无氪玩家的防守张辽差异在哪里，跟怎么样玩会比较好，配招方面怎么样比较好。毕竟其实大佬的招有很多我都搞得不是很懂他的定位在哪里，所以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理解跟认识。好，那废话就到这里了。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 idea 想跟我说的话呢，欢迎下方留言跟我 talk talk， 我一定会一一回复你的。能游戏天天开心，就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咯。See you next time. 拜拜。